好，先关掉，还过头了，真的假的？真的啊，很多你没有看过那种发烧不喜欢过多也会上发烧吗？你看啊，今天有一个影片，他也是观看，如果是20000的话，那他不喜欢，如果有5000的话，这就会上发烧啦。这就是有人故意洗那种。也有人是说什么，如果喜欢的影片按个喜欢，如果不喜欢的话也可以按个不喜欢，没关系，什么要让我知道，就只要你的赞跟不喜欢多的话，就会那个啊，更多人看到。都没有挂欸。哎，打哈欠了，我爸那等下应该会睡着了。这多久啊？等级三了，四颗，对。哎，等级零，好，我会看这个东西了。好啦，我们准备等首播吧，看一下哦。我的影片，然后这个，然后点这个，好，有没有栅栏呢？我去用个栅栏，栅栏，栅栏。让一切过去，请结束所有的回忆，忘记那所有曾经，不觉已赤裸睡去。海龟养在这边吗？会不会死啊？你曾经痛苦，还曾经伤了心，纯白的羽翼。请让它停歇在这里，温柔沉睡，如此的美。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好，海龟总在这。两颗吧，嘿，好啦，之后再来看你们，希望你们平安无事，可以顺顺利利长大。哎呦呦呦呦呦，冒出再买回去，感谢欧俊腾的十颗星星，感谢您。啊，剩2分钟首播，我们去看吧。嘎嘎呀一给，狗狗一起帮。首播要干嘛？钓鱼机。好啊，那就钓鱼机吧。选项，音乐，小声，然后这个位置。再来是右键连点，该过去了，我在啦。要等整点之后，还要再等2分钟啊！曾经痛苦，还曾经伤了心。电脑真的好小声，我都调100趴了，没办法。哎，开始了。干，这声音好大。你看，我都设定好了，就这个，都调好了。
看一下哦、喔，你们打了什么鬼东西？繁星说过，全部的轻松生存都会用首播的方式。安安安安安安安，我不知道怎么叫你，叫我牛奶就好。嗨，牛奶，剩一分钟，提早来了。这倒数超级吵的啊！你看，哎、欸，我平时真的没骗你们，我的音量真的都这么大声，所以我听阿米狗的，我 DC 声音也是调这样子。我 DC 右下角这边嘛，这边的音量啊，就工作台工作管理员那边的音量，我也是调差不多这样子，然后再把 Amigo 那边全部的人都调100%，他们声音还是很大声，所以我真的没办法哦。这个已经是，如果这拉到100%，我真的耳朵会爆。这个大概就只剩下4%、5%而已吧。如果这是，懂吗？真的不是我故意要调调声哦。所以你要我拉大声，等下耳朵就爆掉了、哦。解释。安安安安安安。为什么要读出来？没有，就跟着念呐、啊，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念啊，就念一念啊。哎、欸，看这集，这集超好笑的哦！可是你给的是穿过的，而且对啊，他们有时候会有全新的啊。我不要穿过的，我穿过的不错哦，好臭啊，好臭、啊！上面白白的，这样拉一下。等一下，啊！你在开跑车吗？有了有了，打掉打掉了。这车怎么了？这车怎么了？车坏了，是不是？车坏了，车坏了，这台车。车是怎么了？这个车要去检查一下，要被隔离了。要被隔离，又要被隔离了。什么都要被隔离掉，什么都要被隔离耶，经常维修。可是我们没有海带。对啊，海带呀，海带。没有，因为我要做那个水的那个电梯，可是它全部都是实心的水，你就慢慢弄啊。然后这边有右上角忘记放了轻松生存的 logo 呀。好，要 bug 哦。啊，那个是，那大家都这样做啊，奇怪了。生气，生气了，生气了。大家都这样啊。他都这样做的啊，我也是看到教学才知道的啊。也是啦。哎呦！小雨，你怎么突然间要挟我？哇塞！我就跟你说，小雨很凶啊，小雨超凶的。真是蛮大的嘛！你的钻戒，哇塞！你要小心！你以为刚刚怎么团团会叫那么大？哇塞！小雨是最凶的，你要小心、哦。是啊，因为我很常在外面打，很快啊。太凶了！凶巴巴。真的，他说他记你当怪，对啊，他记你是怪，你是怪物哦，没有，小雨，哦，等一下小雨是在哭还是在笑？我怕了，我怕了，我怕了。哎、欸，问你们哦，哎、欸，你说。你们喝奶茶之类的，有就是以往啊，会不会就是就会突然发现喉咙感觉会有点干干的，还是怎样？卡卡，你是对会吗？奶茶怪怪的吧？甜的都会，啊、没有可是是无糖的了耶。你还想来啊？你后面长眼睛哦，我就听到楼梯声了啊。哎呀，哎呦。
不是对奶茶过敏吧？等等，太奇怪了吧？不是吧？没有没有，应该说太甜。可是无糖哎、欸，无糖。可是奶茶的关系吧？应该说鲜奶茶啦，鲜奶茶。哦，因为鲜奶里面也会加糖啊，哦、只要不是纯鲜奶，里面都会加。还是我喝无糖太久了，所以才会这样。嗯，也有可能。对吧？我坏掉。哈你让我知道了震惊的事实。你喉咙坏掉、啊？原来我喉咙是坏的。我太惊讶了。什么？这么久了，第一次住到，我爸都不知道的事情。你居然知道？你是谁？我不是找你，没有没哎呦，就怎么？那就败了，要娶我？先发制人啊！先发制人啊！先来先。没有，什么事都没做。这边这边，什么事都没啊！他被杀死了。杰克，你怎么拿钻斧了？哎呦，每个人现在一个都比一个凶，大家都超害怕。害怕。哎呀，哎呀，哎呀，拜。不要啦，回来啦，杰克！快快点，小雨杀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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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他的呼救了。我觉得哈基，你这个任务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慢慢磨，然后磨慢慢杀了，有没有？准备好几套军装了。笑死！哎呦！快杀了我！快杀了我！然后杀手在后面。什么？你转头看到哈基的追击了。杰克快变异了！小雨，快杀了我！快杀了我！杀了我！我真的受不了了。我以为是说小雨救我，就是小雨杀了我。逆向思考啊！反正不要死在你手上就好了。对啊，我又看到。怪怪的黄金装的人又在弄走来走去了，走来走去，好奇怪、欸！你为什么穿着金装？一定没有。算了。这个时候说算了，然后呢，就是接近他之后呢，再换金装再杀。对。哦，好讨厌哦！哎、欸，真的假的？你真的要这样做？没有，被发现了，被讲出来了，你被发现了，来不及了。没有。对嘞，那记得拿回来哈。啊，如果看到那个穿金装的怪人，直接把他杀掉就好了。直接讲说是怪。哇，你直接说他怪了，他会不会很难过啊？没关系啊。棒棒棒棒棒棒棒。我刚以为你要唱那个杰克主题曲。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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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好危险啊！天哪，刚差点看到一些。你是说哪里？很多饮料都叫微糖。真的假的？完了！哇哇，那台南人支持不就是在讲你吗？对啊，不就是？天哪，你都只叫微糖哦！哇塞，台南人支持，对吧？你这样子甜度够吗？对啊，你这样会没有？说不定他的，说不定他的微糖等于我们的全糖嘛，对不对？哦，有没有道理？我觉得你说跟店员讲说跟你一样甜之类的话，哎呦，很会撩。家里好多鱼哦，好多鱼，多鱼。家里好多鱼，不是那个多，要靠要多鱼吗？我帮你家很多鱼耶。你的家很多鱼，麻烦你拆掉好了。哦，我那时候干嘛盖那么多？你干什么？你剩一颗心哦。好了。你干什么？对哈，任务到底解完了没？他剩一个人吧？没呀，剩谁？还差。我也还没杀到啊。他应该现在杀了团团跟小雨。你们不要在意我，你们先玩你们自己的啦。哦，没有，我们要关心身边的人。我跟你讲，我已经把在意我，我会害羞。我已经把 TP 指令打在小雨身边了，你杀不到我。哎、欸，你们用的要讲人数哦。非雷神之术那一种吗？非雷神之术，真的啊？可以。
三代火要四代火影的技能呢？嗯，可以可以可以。啊？为什么？怎么被剧透了？什么？这都几年前了。我们的确还在看啦。没有啊，讲名称你又不知道那效果是干嘛的。对啊，是不知道了。对不对？把敌人 TP 到自己身边来的人数多么强啊！这太烂了吧！这太烂了、欸！不用去找那个哎、欸，不用去找。对啊，不用找 BOSS， 自己把人家找来。蠢猎人哦，我没有杀你啦，没有，要杀你我借用东西啦。没。啊、哦，垃圾车来了。那个是我另一个人格。怎么了？你笑这么开心？你怎么了？不是，因为刚好哈基说的是你的另一个人格嘛。嗯、然后刚刚前一句是接垃圾车来的，然后就说垃圾车是哈基另一个人格。哇！谁讲的？给我出来！我绝对不会说是小什么心什么的。哇！被卖了。你要杀谁？你要杀谁？你要杀谁？你锁定谁啊？没有，你不要点击这么高。还打敌心，还打敌心，我看到了。他打敌心啦！大家注意，他在 N 级方向，他在泱泱家往这个家方向走。不要射我，我不要了！哎、欸，你不要了，你反悔了。我没有在闹你们，没有。哎呦，我去，哇塞！你在看你的大便？不是啦，我锁定你了啦！我锁定你了，我在看你的大便，什么鬼？I watch my side， 讲什么？乱讲。对啊，你刚刚讲的 I watch my side 啊，不是台语加英文。现在蛮多人都喜欢这样子用的啦。我的耳朵好热啊、哦！哇你，哇哇，你因为看到大便然后很热，是不是？不是，哇，对啊，你像是隐隐战吗？没有，你现在是说大。阿基是大便，很热。哇，阿基一下都是车，一下大便，哇，真的。哎、欸，我没有想到这里耶，杰克，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你刚刚说的，但是我刚刚就是看着阿基啊。好，看起来阿基知道要打谁了。哎呦，啊，我摔下来。啊！这怎么了？这怎么了？这是坏了，是不是？好啦，这个就到这边啦，跟他们讲一下。在聊什么东西？要回家开台了，史上最快岛，我家 A 岛了，台湾22号之后快，我的合约到了，只有2块钱才能回家的。No No Life 好像倒了哎、欸，是吗？我不知道哎、欸。
我等一下我看一下东西哦。我们刚刚收到反应说电缆的实况组有收到通知说他们一定要开到总时数的一半，否则被检验。再次跟大家说明，在某个角度来说也是对的。实际上连输计算是 Q1 假设一个月嘛，以前那么接下来就算是要加1000加500，这个无论达啊。看到后台说，蓝色学校，哎呀，那之后再讲啦。我刚刚就是在看蓝色学校的东西啦，因为就是我提的嘛，因为开台时数跟观看数是分开算嘛。啊，你开台时数说观看数数不一定也会跟着多啊。就如果之后真的不行，我真的努力到不行的话，那之后再讲啦。那之后的事情。等一下干另存心档，没有突窝爆突窝一个白痴的东西给你们看。属性啊，不对啊，我赶快关台去休息了啦。好了，那今天就先开到这边，我去休息一下。这个啦，这个白痴。那等一下喊那打码打眼睛不打 ID 的啦，那 ID 至少要打起来啊，那边没有打，白痴一样。好啦，那今天先到这边，晚点 Amigo 再来。Amigo 前也可以来挂台，先看看陪陪我啦，那八点再来看 Amigo 啦。好啦，大家晚安，大家拜拜，拜拜。